所以我说你不要来打。老娘先找不到钥匙。我去闷这里面的那个。你怎么把这边的引过？没什么。我有事啊。啊。多余是没仇恨的，注意看一下。我知道。我先去查。你可以没留，要就跟我说，我先留着。你别离太近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缠了鸡冠了。不要缠。我说没有缠。有牺牲。你反正搞一飞就行，不用跑。往这里跑。主要他们两个远程打，我滑一下就行。你们滚蛋就出来了！是忙了。我差不多我就知道。没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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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了。三哥，操！一只忙一定破口。啊！三哥骑手好像是被看到了，是吧？对，骑手被看到了。星落。啊，被看到了。没事。那我主要是定他一下就行了。问题在于我要提着我，他被看到，我肯定要先去拉他那边的过啊。他三是吧？三哥被看到了。隐身呢？我刚刚在隐身啊，然后一 K 就冲过来了。他妈不是看我的好吗？仇恨在你身上。那是一 K 的错了是吧？我是剑影。剑影剑影。然后他对他对着他一个冰角，你那个剑影有几把用？我先冰脚他，我再剑影啊，不然他不是会打我，不是会出事。你傻的吗？你已经到我们这里来了，你剑影已经没有用了，其他人会被你拉进战斗，但是他不会看我。我看那公司的，所以叫你闭嘴打。我看那金丝寄生虫的空，有什么打？我去拉螃蟹，寄生虫过来再拉。我知道，我会把那个闷掉。你去拉。你该打了，该了。哎，这是你自己生虫了吗？啊，它闷的话会停下来的。开了，去把它开。我的好慢呐！看我回顾审判。4, 3, 2, 1。主要不用再投钱。不是，我要打影中志。没事啊，差怎么的？等一下，过来，我打侧面，打侧面。钻了。这波我看看那个落单的虫子。
你有无敌吗？没有，还要再等。这次下地有可能会很疼。我是阳光的，每次都阳光都打成这样吗？嗯，绕过来，往回。嗯，把激活，你开吧，我翅膀撑住。看看那个落单的虫子。他鸟。我操！主播有这个什么？说他有无敌嘲讽的。你交钱了吗？嗯，我没进来，你们加油。嗯，那消息白开了。你看，给这冰盾。哎呀。哎呦我靠！我还有最后一次翅膀。我缓住了，他们，我在避一下。去，就进入一段时间。CD，我没事。消。点谁了这次 ？PK 的。马上有树人，下一波我招树人。现在招吧。叫树人吗？那不行，我没拿了已经。我靠！哎呦我靠！打 boss 打 boss！ 包坦克、哦。这波还得，这波还得。不用呀。这波有技能没事。不用了，你赶紧那个。别了，你打 boss。打 boss 啊！喝水，前面打了。那1%还 A 这么小黄。他、啊，我看他还有二十几万，那他3%嘛，对，3%，相当是能也直接 rush 掉。操，然后最后弹尽粮绝，打多长时间？3分54秒弹尽粮绝，我还挺能撑的。没事，这周如果这个本现实，这个 B 会转给你啊。你拉吧，有事的。这个打了吧？嗯，就打这一只。别吧。啊。那树人交掉了。哎，真危险！树人画画的日子。嗯，后面要多打吗？看吧，我们上了上了，已经上了。拉进去打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要算那个鳄鱼吗？你不打鳄鱼的话，要打那波严肃师。不用回头了，那严肃师打掉，要不开帷幕了。这周托尔达哥开炮的地方过程很少，这周其实是可以打炮的。你起手打了那一波怪，注定打不了炮了。
肯定要跳。嗯，知道，我知道你。后面怪物加进度，应该。开始打。红色。我要开这边的锁，你开这边的，你去开，我去开，我来，你自己打怪打，我能开锁。先打。等会把110要打掉，110打掉，对面的锁可以一个人单开。嗯，对面还用开吗？对面就是那个宫墙了。啊，承接起那个宫墙，我肯定要开的呀。我可以自己单开的，你们不用帮我的。打断了，打断，我三断了，你们往上走，另一个不开了，就开空调算了。我刚想开一下另一个的，太痛了，那个怪的伤害，闪避还用不了。妈，这怪还好残血跑了。喂，我去拉。哦，这个三个盾。我上次对着他一个飞盾，然后弹到房间里的怪。啊？这么？从此之前不敢用飞盾。你可以开动。哦，等一下转阶段不要打断。肯定不打断。行，那打断。那转阶段开始学好不好？好，开心就行。嗯，你们如果骑手有爆发的话，你们可以转阶段，你们可以骑手开。你转阶段开，你们俩远程肯定是到位之后开的，四血应该是打不完的。打得完，十五层打得完，十五层绝对打得完。打得完是吧？那就转阶段开。十五层是可以打得完，然后九层那会儿打不完。你开吧，你去前面拉。给你边红的，这边红的。我带过来，没事。哦，呼吸升光。拉的少了，应该连左边那边也拉了。还竟然能单，真的单闯过来！我差点就放暴风雪了。
你们剩下的一起吗？那一大波。一起我反正没进了，有一个小金。这样。我可以吃什么？我是纵火饭也蛮疼的。我就不丢洗地砖，下我的。二十二层。而且黄明怪平 A 速度超快。他们残血会跑的，没关系。嗯。得罪了方丈还想跑？感觉这个本时间不太够。还行。没群区啊，那个盾一定要打断，不然用弹头。我要。我。快了，红牛。快！大副他。盾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在，没有盾。开吗？我等那个开不开？他们都逃跑了，当然就开。为什么开这个呀、啊？早就不要开。不开的话，我怕打不掉啊。不可能。人家失血，他在那偷 buff， 开不动了。buff 无所谓 ，buff 可以五层一偷，加伤害掉了。buff， 你他偷 boss 身上的，又偷不了小怪身上，小怪身上很多的。加他自己本身伤害的呀。Four， 打不了。好痛啊！我舔了，我操！看啥？哎，已经是第二次了。可以战斧，可以战斧。你四成也是这样。那伪王美王只有一个，伪王只有一个战斧，应该是。而且是打到一半才会好。可以先看一下那个老三那边能不能垫起来。嗯。不是，我如果垫的话，我垫谁呢？垫我呀，还是垫谁、啊？他战斧谁呢？那能不能垫起来再说？啊，不是，如果垫不起来的话，他如果没有提前战斧，那你他怎么样才能战斧你呢？他小德啊，他能潜行呀，不一样。一定会进战斗，没有消失的职业一定会进战斗。那边，你让他战斧九月，然后如果我有过去的话，电火，我起来了，我活九月，战斧就不要用，就这么简单。嗯，好像一 k 的剧本，我操，好吧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样的吗？你这么想的？我不一定能过去。对，但一 k 不一定能过去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也可以站，我也可以垫阿鸟呀，对不对？你没来了，我去，不用慌。没来了。说了五层偷一次，一层你就一偷一次，你这样子活该没了。这血还真没打完，我操！这七八肯定打不完的呀。六爆发，都怪我伤害太高了。那都怪你啊，都怪你关系。那你打完应该。嗯。啊。
这两句话哪来的？楼上。这么强力的吗？我操！这回家干什么？扛一只喷。他说人吗？我已经磨灭了。再等一下吧，那就下完，再点下去再等。啊，我制裁不到他，他送你妈的！那如果卡一下视角，他就傻。哎，这是哪来的？楼上的引到了吗？上面的怪了。上面的三只跑下来几。待会去吧，待会去死，应该是听得到。85%，最后这个10%，三只怪打掉吧。对吧？那不要打了。飞影，等拖到这边来的。然后过那只我闷的怪的时候，你记得，我感觉一分钟打不完这么多。打不打的？你等会儿别提啊，要不然那只怪会被引活。你那个位置，哦，好吧。你们尽量往里面缩一点，就这样。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把宝宝解散了，不需要宝宝。4 3 2 1，我已经在前面了。哦，你是你的。准备好死了，死了。我再往里面站一站。哦，被沉默了，我靠！哎，你们加破吧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来得及来得及。哦，你加破错人了。你等一下，电九月他站住的是我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天天死。直接起来。那我就要起。可以起，你起来叫我。完了，已经黑了。我们顺利打完，看十四哪里吧。不行啊，这闭嘴，接受不了。哦，好的。我说的是哈沙。我操！我又。我他妈管你黑不黑，你给我打就是了。啊。好凶。阿福啊。4 3 2 1后面我来搬吧，这边。
你被冲了。来，小心一点，小心，小心。我可玩嘞，还没硬的。不行啊，这边有点差了。快快放下走！别打我，杨明。好，那三岁我一个人在班头啊。哎，这个是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我操！还有我还要再连人家一个桶，这个地方待了马上就要走。还可以。上了，嗯，上了，上来打炮，上来打炮，上来打炮，妈，这个洗地锤放在位置，我也是醉了。嗯，没有影像妹了，应该是我领的。这种粗活应该是我来了。你们把那个收掉，那个残血的你们收掉，然后往这边。往后击的。肯定是要往后击的。嗯，越积分越少。没有说那超好那句话。站外面啊，赶紧的。各位。Four, three, two.One， 没战负的，只有俩。继续。哎呀，你在闹吗？你不站中间吗？你那边不行的吧？是我吗？愤怒鸟那里。嗯。有问题不大。完了。我挡吧。你决定一下谁要去占那个大饼光柱。可以了，就知道阿三他不会回去了。你就留在那里不要动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个挺好。咱们打快就行了，怎么一直在连炸啊，我操。还在点啊，两层，阿鸟两层，阿三两层，优先保阿鸟，有一个战斧的。
我要省狼。挡不了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那个可以吧？还可以。我来。吃不了。嗯。是的。40%了，你再撑一小会。要激活说。嗯。这波改，这波改，这波改，这个改，这个改，这个。稍微给完，把外面突突。我手上有剩的。下一个，下一个是给保护的，不管是谁给保护。我没冰箱。给老师看，有教过。知道你没技能了，你打你的。召唤好人，召唤好的需要药。吃不了，吃不了。给阿鸟保护。OK。30秒，你打掉吗？可以。打得掉，你打就对了。嗯。嗯。阿鸟。那去。二十。没爆他。拉伸。我操！牛逼牛逼！我们打的是十号好吗？哎，我怎么没有？我怎么没有15层？